感觉你这个甲沟炎好多了，我感觉。你比以前好吗？是不是？以前强了。嗯。这个形状感觉没那么大了哈。嗯。老弟，你看看闪动哪一个？好多了，感觉这指甲盖平了。嗯，这个贴那几天以后，感觉宽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感觉，哎，这里面几乎不再往肉里长，你现在就是胀得慌，是不是？对，几乎不是那么很疼，是不是？就是两边疼，两边没长，效果还是有哈。你看这个也是，这个以前那个脚上，这个改变形状也挺好的。长薄了以后放宽了感觉。现在感觉真的是好多了。你看原先这东西困扰着你，都想给它拔了去，是不是？我拔过一次了，拔过了，拔过一次以后，甲盘和那个肉真的就长在一起，很难受。还不如这么修一修哈。不遭罪主要是。每次重点是遭罪，太疼了。拔也不好用。掌声还能有行吧？对。把这小给它修修，这个地方给它刮了它哈。好的。